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经典作品，几乎所有的当红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。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一个故事啊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看到很多孩子们打架斗殴，沾染恶习，几乎成了垮掉的一代。考虑到当年 Michael Jackson 在年轻人心中影响力之大，于是就找到 Michael Jackson 来创作一首歌，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来打动年轻人的心。在写 Betty 时，杰克逊脑海中一直想着学校的孩子们，虽然歌词是打架的歌词，但这是一种反衬。因为这首歌，杰克逊本人也因此被里根总统邀请至白宫，亲自为其颁发了世界杰出青年奖以及特别贡献奖。